上一集大家看不起我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出100块，派一个高手来帮我夹，走，我们出货给大家看，让大家看得起我。你想夹什么就夹什么，我想夹，你自己选，对，那个，没错，我夹起来。果断放弃，果然是高手。他刚整理好哎。我们准备，大家看得起。这很像阿伯。加油，高手！转弯，你先吃这个啊。高手想吃黑糖饼。好有趣的姿势啊！对啊，为什么是用这样姿势躺上去？太尴尬。他要再一次。再一次。好有趣的姿势哦！不会有机会吗？真的，好难。不管怎么样，都觉得那个姿势实在是好有趣哦。我们来看看高手想要下一场。好有趣。换我，剩下的钱换我。换你，换你，换你。我派了另外一个高手了。耶、yeah, ，卷心酥，这个甩的不错哦。好，再来一次。掉！掉！差一点。要是没碰到它的话，就可以敲回来。对啊。把这个包。哪一包？老板，来帮忙。好。果冻。有拖出来了，拖出来了。是果冻吗？对。有。哎、欸，是保夹吗？保夹吗？卡住，它是卡住。店员求救！这应该可以拿吧？可以。我帮你放回去啊！没有，我就好，谢谢。哦，要先这样子。哇，好重哦！这手重。波兰，拿拿看。哎，真的很重哎！你夹的倒是很厉害，这是高手中的高手。还有，还有10块钱。还有十块钱。为什么他又可以换钱？哇，压力好大、啊！最后10块了，我高手。谢谢，谢谢爸爸10块。我在夹他下面那一包。他说你要还他。你要还他，我们还他一包果冻。有，有没有？好，有没有？勾到！啊，没有，没了。谢谢 Pola。观赏，我派两个高手来帮我夹，夹了2包而已吗？2包，好烂啊！跟我一样啊！